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小贝那么讨爸妈喜欢了。你们见过这样的媳妇吗？整天不在家里面待着，大早上的又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二宝，我带你找妈妈好不好？好。小贝，你干嘛呢？我在铲荠菜啊。不是说好今天给你放一天假吗？前两天摘茄子那么累，今天让你睡个懒觉呀。睡也睡不着呀。阿妈前两天不是说想吃荠菜饺子吗？你看看，荠菜再不铲就老了，就吃不上饺子了。这边嫩都没有了。一年的地方还有嫩的，你看看这一片都还是嫩的。就仅存这一点了，也快老了。对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小贝那么讨爸妈喜欢了，因为他们可能不经意说的一句话他都记在心上，一大早上就来铲荠菜给我爸包饺子吃。对了，大力，我还没买肉了，你上街上去买点五花肉回来。行，拿点肉去。我这个包饺子呢。你包饺子是吧？拿上也好。多少钱一斤了？11。啊，22块钱是吧？管忙了呀。啊，等等。阿妈呀，你和点面，今天中午咋包饺子吃？听我这喝也。小贝，肉买回来，这会买肉可好了，不肥不瘦的。你别废话了，赶紧把肉打成馅子。行。我要洗菜。你洗吧。妈妈洗好了。今天很不巧，家里停电了，绞肉机用不了了，大力在手剁饺子馅呢。没事，大力有的是力气。你觉得你有力气，其实没使啥力气。不能使太大劲，我怕桌子剁坏。狡辩，荠菜焯好水了，你一块给剁了吧。行，好了，装盘。今天外面风太大了，我们现在到屋里面去包去。阿妈擀好饺子皮了，小贝开始包第一个饺子了。自己包的饺子皮薄馅大，都馅太多了。好了，大力来了。那叫饺子。要包。你要包，你包啊！奶奶不是给你面了吗？还喊口号呢。变成小鸭子。变成小鸭子了。这些篦子包好了，我先去下去。饺子下锅喽。阿妈回来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我刚给我爸打过电话了，他说正在地里面给小麦打药呢。就中午不回来吃了，等他打完药再回来。都一点多了，妈肯定饿了，等下这锅下好了，先给俺爸送一份过去。行，盛饺子喽。走，给俺爸送过去。走啊。爸，吃饭了。我说我打完再回去。这快两点了，打完回去吃呀。小贝怕你饿，赶快给你送饭来了。送饭来，你们这么大老风带孩子妈的。来，赶紧吃，快点。我打扰他。妈，我给你吃热吃。爸，这小贝专门给你包的荠菜饺子，肠胃怎么样？妈妈饭包的饭不好吃，我就喜欢吃荠菜的吧，荠菜当然肉可好吃了。他就知道你喜欢吃，所以专门挖荠菜给你包的。带个孩子，你说你弄什么的妈妈饭？连没多少吃不多啊？没有了。你光忙的给我送来，你们快回去，不要再带孩子快。行行，那你慢慢吃啊。行，我吃完回来再打就行。我们现在也要回家吃饺子了，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明天见。